好，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来我乡亲时代，咱即卖继续倒转来甲吴国安老师共同来探讨台语哦。啊，我感觉吼、哦，老师哦，足无简单嘞哦。这累积几啊十档吼、哦，足侪足侪内容好讲的哦。你有法都讲到遮尔啊幼，这普通人无去注意啦。想讲我若要讲台语，我就足牛啊嘿。啊，安尼咱即卖过来继续。我啊，这台语就是咱的。咱的母语嘛吼，啊，唔是讲较牛较无牛，就是讲你都用遮久啊，吼，啊，用遮久啊，详细个想想讲，套即个话，啊，即个话即嘛是变安怎去？诶，即个问题个想好，譬如讲，诶，咱一个月吼，顶个月连续两个风台，两个风台，吼，啊，一个叫做十四号风台，叫做潭米，对，吼。哦，车个叫潭米，哦，啊，日本是讲伊是十四号风台，啊，我感觉讲用几号较好记，啊，用个潭米咯，啥物咯，啊，你咪煞袂记哩，准讲你会记伊个名嘛，唔知当时，啊，你若讲今年，克啦，创啥，你若今年第几号，大概咧知个，啊，可能是当时啊，吼，可能当时啊较记哩，哦，啊，上尾啊，即个讲好做遐，好做。康内吼，康内，康啊来啊！啊，康内，啊，康内十五，康来，十五号风台，哦，啊，即嘛就是，你知台湾的风台用台语来讲了吼，台湾有几款风台，风台的表现啊，几款称呼，风台几落，大风台、小风台，对啦，大风台啊，迄落花南花北。哦，迄个回南回北，无回北个啦，有回南啦，回南，有回南无回北个。回南是讲风台啦，啊，即嘛。回南是风台啦，回南是风台的煞尾。嘿啦，啊，咱台语就是讲风台。有台语风台就有滴剃台。嘿，啥物叫剃台？是就剃下。哦，啊，这我都唔知。剃台，剃台就是应该呐，剃台伊现在。科学语言来讲，这个风速四十米以上吼，都是真强的风台啦，上大的风台啦。哦，即摆恁要看人讲好，即摆小个风台咧叫白叫乌啊吼。事实，阮细汉的时候，阮草地吼，迄个风台吼，等于说，等于要飞起来，要飞起来，实在飞起来。都甲你讲，迄个含咧厝尾，迄个厝尾顶哦，你啊拢较早拢。看迄落稻草啊，是花枝啊，是唔嘛草迄种的哦。啊，风飞来哦，伊就安尼规个厝顶安尼在洗呢。对啊，迄有一个剃台上大，意思来讲，咱上最强的，吼，诶，风台号做剃台。啊，过来有一款，号做大台。大台在那风一头一头，烤烧风一头。即马讲烤烧风啦，吼。烤烧一烤。我国拢臭会烧去，对对，吼啊雨较少，对，雨较少，啊有一款过一款是叫风台，是风台，但咱无甲讲话做风台，做大水，水灾啊，做大水就是风烧，风烧，但雨足大，会做大水，淹起来对啦吼。啊，即摆即个潭米，即个风台来啦吼，哦，媒体拢不讲叫这。西北台，西北台，嗰只西北台，啊，什么叫西北台？唔知影呢，为西为北转。哦，我听我西北台古怪啊，因为讲当时啊，我有一摆西北台，哦，台湾大发生大灾害啦吼。啊，你什么西北台，我哩自家听啦。煞听无。有，大概伊拢讲是台湾的，为台湾的西北风。通的，迄叫西北，迄叫西北台啦吼。啊，有一个迄落气象系无下校的气象系教授啦，讲西北台的意义啊，三项啦，就是讲西北台，就是爱一平一平一棚啦吼，一平二强二强三多三多啦，什么叫一平呢？一棚的吼，第一个条件就是讲，他啊有彭家宇，有平家书，济南北平的平家书遐，有遐通过啦，哦啊有遐通过，就去乌石八方记就对了吼，有遐通过。第二二强，风一定爱强，哦。第三
鱼一定要多，讲这就是叫做西北胎啦。这上好诶。就那慢慢讲上，都是一个气象的教授。一讲，我就是这款听到啊，看到啊。而且我就想古怪哦，啊，那为台湾的西北通街，安尼叫做西北胎吼。啊，那为台湾的中通街咧，或者中龙胎咯。啊，那为高雄通过呢？或者南波胎。我感觉。啊，那为花莲台东那边来呢？对啊，我感觉这怪怪。花东胎，花东胎。啊，在我了解吼，这个西北胎，就是大水啦。就是这大水风胎啦。什么西北胎？就是讲亲像西北雨安尼，啪，雨一直落。拼拼叫安尼。啊，无风啦。无风啦，吼！啊，你变讲即款对台语的无了解，吼？对，这部台语来，啊，为台语的无了解，啊，你甲解释安尼，转转即摆的这个、这个康纳吼。即摆这个康纳就是西北菜。就是西北菜。即摆这个康纳就是伊啊无风。哇，吹吹吹，好安尼。安尼暗时安尼变变叫。就是，就是。西北胎啦，就是讲亲像西北雨的风胎啦。啊，伊家当作讲是西北风啦，是西北风，西北雨啦。啊，这问题是讲咱台语就西北雨啦，咱台语就西北雨。你若捌知影西北雨吼，西北雨是啥物雨？热人下晡时啊，吼啊，为西南起来，会雨。是为西南起来好，那是西北雨。对啊，落落的，佫会出日头。啊对。啊，都有晴，哈，有一个迄落晴，细汉的时阵，啊嘛西北雨就是安尼。啊是讲伊都为西南来，带好只西北雨。好，啊这西北雨有真侪人讲真侪款去了啦，有人讲哎，就咱三三八八，一讲讲来风台，一讲讲来落雨，一讲讲来好天。所以三三八八或者三八雨，啊讲了，讲了走精气哦，就是。西北雨啦，吼！啊，有人讲啊，有人讲啊啦。啊，我查出来的，伊即句话可能为马来语来。哦。马来语这个 score 哈，英文叫做 score， score 这 score 一共叫做七八，吼。哦吼。七八。哦。啊，七八。七八到西北。三八。三八。安尼。哦哦。可能啊，这个可能啊，有。哦，有。好好好。啊，所以这个对台语不了解，譬如讲。印尼啊，吼，这个李总统啊，吼，讲中国较大，林北上大啦，林北上大啦，中国现在林北上大，结果记者都变变叫去研究因老爸啦，嗰是李总统讲因爸上大，你爸最大，爸爸上最大，哦，你对台语也不了解，还没赶快嘛，杭州这个西北雨，对，西北胎，赶快进行了。啊，这款变讲哦，你们小看这个事情哦。因为你这判断唔对哦。譬如讲，这摆那在研究气象的人，伊若有了解这台语哦，伊会去想讲，哎，这摆这个西北台哦，雨真大。是。哦，无虽然无风来讲，雨真大会发生警告。啊，大家就去预防。灾害就会较少。哎，你了不了解？变成你看南部一片，即嘛，甲今仔日安尼烧咩？甲今日个底下底，安尼烧车啊，提来提去安尼烧咩啊？吼，对，这就是失去语言的后遗症啦，后遗症啦。好，啊，过来讲问题吼。我常常兴趣讲荷兰时代台湾的一段历史啦，吼。啊，台湾一段历史是1938年荷兰人派大军去征服花博浪。花博浪是我故乡迄个个代志。那么花博浪是倒位呢？花博浪内底有一个真对啊，就花博浪就是托洛克。啊，托洛克是倒位？花博浪就讲是北港溪以北遐。啊，即嘛讲托洛克，啊，这托洛克吼，咱遮个研究学术界吼，讲托洛克就是托口，即嘛李林。哦，李拿。李林啦，讲即嘛李林。啊，就古怪，咱就荷兰的迄个地图来看咧，李林就写字印，拢写字印都无写托洛克，托洛克听起来较有托口的感觉。啊，托洛克究竟是一对？但是一个我
我厝有一本即落《花木兰里底》，我咧底足清楚，写个陀螺溪倒。陀螺溪咧是一北港溪北离岛南无人的所在。照伊安尼讲，我当然是有派一个传教士去记下咧迄落，伊才写迄个记录个。现在的岛南，陀螺溪现在岛南。哎，这岛即爿，我现在即个岛啦，岛啦，今仔日岛啦，唔是一个，是较早的较北边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南啦，迄边遐。岛啦有岛北、岛南吼，岛。所以即、這个即、這个土客即个所在，属实阿弟咧，也是岛啦客。你即摆阿弟咧啊？这所在即摆阿弟啊，岛啦客啊，土客啊，哎，迄荷兰人用罗马尼亚，土客啊。好。啊，有一个教授，陈汉光教授，伊是云林县的人，所以伊个即个研究讲，伊嘛讲陀螺溪是岛落啊。啊，对，即款你陀螺溪变做岛落起来意思啦。所以你对台语吼，你若无法度为台语个引线去啊研究迄个所在啦，变讲现台湾的历史你都无法度讲。对啊。你若甲陀螺溪当作历史，根本你这历史都拢唔对了啦。所以讲每一个。通知者就是要把当地的语言就安尼给掌握当，就是让伊甲迄个文化，甲迄个文化，甲迄个历史，甲迄个人文，甲伊的长辈，甲伊的迄落拢总全的 stop 也好。你即马你来讲我通知者的话，国民党就是用这套嘛。啊，这套了，你看咱拢。对啊，即马你讲吼，咱即马拢个民俗活动哦，伊给你创好一个，那个七月。这个头像在唱歌，对，唱歌，歌是什么？唱什么嘛？你唱什么？唱歌，唱什么嘛？啊，其实我嘛无啥知。你即摆伊讲你唱歌分也贵啦。啊，你唱歌人家要等去拜咯，要等创下吼。对不？结果嘛是 T， 较早嘛是 TV 好做节目的时阵吼，等了一个王先生。王先生，伊专门咧翕这个短片、短片，翕这民俗的短片，向那个政府投诉了，对啦。啊，伊听了阮姐咧讲，甲我讲，哎，照你安尼讲，阮做拢唔对去咧，做拢唔对去，我都当然唔对去啊。我这不，嗰啲中国人讲台湾的七个葡萄讲，我都贵个啦。咱老讲贵个，咱讲好兄弟啊，对啊，咱是足亲密的一个好兄弟，向家属的。地基主啊，客人讲地基主啊。那个好兄弟啊，怎么是甲工作好在贵？好，啊，你唱歌是啊，一直就是这个话无去啦。较早讲唱歌吼，其实是安尼啦。较早咱咧以我经验啦，咱坡道是大，一个大道咧坡嘛。对啊。大道边啊，一定爱摆一个鸡椅啊，倒，啊摆一挂迄落菜碗子啊，菜碗子啊，啊只拜了后，而且拜了拜分下底啊，啊拜了后再供物啦吼，再生内老话袂再咧收了后，即块鸡椅啊，即块菜碗再无收啦。爱着互小鬼食诶，毋是，啊无是互上食，去食啦。哦，迄是真正去食啦。啊，所以迄个时阵去食的，你若收好了后，去底下等下去食，啪，就来甲你唱这唱歌去啦。哦，过台湾的臭神崩啦，臭神生歌的啦。嘿，哦，伊迄个歌是迄款的歌哦。哎呦，所以讲你讲你这个拢啊，唔过毕竟嘛，真做一个民俗，啊，即卖依然讲伊要好好啊发扬。那是安尼，那是民俗，那是好。那是一个运动啦。但是你这个解释，你这个歌未使甲解释讲叫做歌魂野鬼。这是歌。好，譬如讲啊，这歌不是干咱较在庙啊吼，咱苏家人咧破或者小破嘛。对。啊庙大破嘛。对。啊庙大破，伊生咧摆起啊有。边啊嘛有金嘛，放一挂菜碗，吼啊菜碗，因为你都有遐拜过日啦，拜过长点吼，啊，即嘛生咧收起了后，种，再就是去食，去食就会记啊，来提下当去食，来唱遐小声唱啊，唱遐就即就是唱歌啦，啊，毋过即嘛拢变一去安尼，即嘛拢吼讲拢拜伫迄落大道遐安尼，故意拜安尼，互人去唱安尼，唱迄落生咧种。啊，迄足歹看，我感觉迄足无。对，迄唱歌怎啊变来了？系啊，那迄是较正确哦。哈？迄是较正确哦，因为唱迄声，你去食迄只歌嘛。
唔是手过，你还归等伊嘛？你手过来归等他呀？哇，感谢你嘞！哎，我今仔阁上着一课，因为我唔知影一件，即我唔知影这个以这个文化迄落意义的原发点是伫个对。啊，你是原发点是语言？嗯。我那都是语言，不是你你的文化诶形式啦，吼，你形式动作遐会变啦，时代时代无同嘛，因为物件无同会改变，但是迄个意义，原始的意义，哦，啊，你讲这现在意义嘛会使改变，会使改变，你爱讲啊，原来都安尼变啦，哦，你不你不是个做者讲无同个造出来都错解是诶，哦，哦，啊，咱即摆上来讲第四个对应。啊，第四对人就较少啦，哈，较少。但是我想，我咧做明显的哦。嗯。第四，第二是讲，即讲幼，哈。嗯。即大概即种拼音啦，拼音的对应哈。嗯。幼。幼。幼。有所在啦，幼，还是讲一个吼，一个单字后边的有幼，即个尾造出来的时阵，哦，有所在的人。嗯。有人会讲，用用，啊，就生的啊，生的下一边用的较大听，有人讲生下一边用的较大听，用的啦，不是用的，啊，用较大听，或者一个，有人讲用，哦，这个对应的啦，哈，啊，这个对应较有特殊性啦，大概台南人吼，台南市。台南市啊，台南市附近的哈，大概是拢讲，拢讲安尼，拢讲用啦哈，拢讲用。啊，过来汤啦吼，汤诶一部分啦吼，啊，个可能嘉义啊小部分，啊，可能即个宜兰哈，然后一部分会安尼讲啦，讲用有即个对应。用，好啊。啊，那养猪的时阵，就袂当讲养猪咯哈，养子啊，养女啊。啊，有无啦？迄落哈，都袂当安尼讲。啊，即摆就是讲这个对应啦，吼。嗯。甲咧同款，甲义乌这块对应拢同款，然后有一个对应，但是即摆这个幼幼，幼甲幼的这个对应吼，伊唔知为倒位分裂出来。系。我唔知呀。嗯，那唔知呀，但是总是伊都有即款对应了，对啦吼。对，两种的迄落嘿，讲法嘿。啊，咱即摆是讲一般来讲吼，幼，嗯，幼一般拢甲认定讲迄时候做泉州的啦，泉州腔啦。哦。啊，讲幼，幼，嗯，讲迄号做漳州，还是讲厦门啦。嗯嗯。哦，台南伊讲厦门啦吼。嗯嗯。啊，譬如啦，糖啊。还是宜兰吼，因可能就是讲，伊是漳州啦。哦，啊，不管安怎，就是有这款对应吼。有这个位就对啦，这个对应就对嘿。啊，咱即马具体提一款列出来讲的是，比如讲，或者都在咧讲，吼，养猪啊，啊，养饲啊，养饲讲或者养饲啊，养饲啊，过来个，养水啊，养水水甲养起来吼。油水，油水就是油水啦，吼。油水，哎，油水讲叫做羊水，吼。啊，过来是个校长，嗯，校长讲校长，校长。对啊，较早提迄条叫中营啊，中营啦，吼。中营讲中营，吼，啊，讲中营啊，中营。哈哈哈。哎哎，迄阵啊嘛真侪人拢在回这个代志。对对，中营，吼。啊，叫校长，校。校长，内政部长，内政部长，内政部长，哈，这对应，哈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想你想看嘛嘞，你想看嘛嘞，你想，你想看嘛嘞，你想看嘛嘞，哈，你想看嘛，一般人拢讲你想看嘛呀，啊，过来，上，哈。蒋介石个，蒋介石个蒋介石，蒋介石个，蒋介石，蒋介石，哈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叫做乡里，乡里啊，什么乡啊，吼，乡里讲乡里啊，啊，那宜兰人讲乡里，啊，乡里啊，乡里，我乡里，哈，啊，过来还有一个台南腔，讲台南腔。
台南腔，台南腔，哦，腔，因为台南人若讲，人讲有人讲唱唱歌，有人讲唱歌，唱一唱唱歌，唱歌，唱歌，哦，啊，过来吼，就是讲我的北斗调调，嗯，北斗调调，嗯，调调调调，哈，咱有在合作。可能有啦，咱只记者几个列出来，才国可能有啦吼、嗯。有这款对应，啊，这款对应吼，因为伊较有地区性，对，伊较有地区性。你去，伊地区性，从比如讲台南市的人吼，那、嗯、外地人去以外，外地人去以外，这是台南市的人，大概拢是讲涨，拢讲涨，吼，拢讲涨。啊，所以你讲，哎，涨卖讲讲涨，真困难。对，真困难。哦，啊，你外口去的人要学伊讲调，啊，真困难，啊，真困难。所以这边吼，哦，较无迄个讲，即马咧讲，讲会向一边去清切啦吼，会倾向去倒一边的问题，噶也无发生。像是讲公家单位讲内进步，有人讲内进步，有人讲内进步，啊嘛唔知啊，到底是倒一个调啊？唔是讲唔对啦吼，唔知是内政部较好，较迄落，还是内政部较好？对啊，这是伊嘛一个问题，这是唔是对应问题？但是这吼，应该以语言的方便来讲是爱听好伊好讲的。嗯嗯，多一面较好讲，比如讲内政部较好讲，啊那内政部较歹讲。嗯，对。啊，就大家会讲内政部，会讲内政部，会达到会听好位啊去。这就是讲，即摆你讲参这同款，就是这个诶。代理在教上的吼，需要考虑这代志，好，需要考虑这代志。啊，即马就是讲，进入一开始，甲伊为这对应以来，这拢总有四项对应，吼，其实也有啦。就是说讲宜兰这软啊，软吼，软啊，软个软吼。这是足少的，这是足少的，只有宜兰的特殊的一个迄个腔口。啊，虽然有对应，但是变讲是地方腔啦，吼、哦，这不是全面的对应的，对吧？吼、哦，像这款对应，不是讲咱台语有，听讲日本话哦，计是原来有，吼、哦，啊，北方语言啊，可能原来有，但是伊个语言的进步来，甲有文理化。语言了后，特别那使用这个拼音文字，咱因为使用汉字就有这问题啦，这不是咱这样先讲了，不是讲家己唔忙使用汉字，是讲使用汉字就有这问题。啊，譬如说使用汉字，我写一个校长，这两字啊，啊，你要读校长，啊，我读做校长，都对啊，都对啊，这有这款对应的问题啦。但是你若拼音问题的时阵，我写起来，我若写校长啊，校长跟校长，伊 spell 是无同啊。对。哦，写 spell 是无同。所以就无问题。对。无问题，这达到会倾向于，吼、哦，多一边较普遍，啊，就大家去讲普遍的这边只。啊，现在因为你虽然说写汉字来讲，你发音、你读音，那是在教学上来讲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建议讲吼。尽量快，但偏向于多数人讲的。啊，那无法度发觉，就讲这是多数人讲的，就是讲偏向于较好讲的。对。较好讲迄边呀。安尼，咱大一的时候，到有一个时间啦，有一个时间，就一整合起一个一定的、固定的，一个迄落声音加意义的这连接。对。希望会当早日会当安尼就对啦。咱的台语会愈来愈讲愈水，愈讲愈水。啊，毋过我这敢若做梦呢？我感觉即马的人讲迄啰中国啊台语听到的足没关系。毋是啦，即马是安尼讲啦。咱个迄边吼，咱个中国啦，或者个是国内，咱个北京迄啰就对立啦吼。系啦。其实这个对立，我感觉足古怪吼。你中国为什么要对跟台湾对立？和台湾那里咩咩叫？台湾跟今仔日都唔捌对中国对不起呀、啊。系啊，从来都唔捌啦。咱有咧讲，荷兰时代，荷兰去占你
去接你中国迄南边的广东南的迄安尼，中国是哇，这足费气的，甲荷兰人讲你慢来啊，你无你走台湾，你走台湾啦。对啊。啊！伊阵啊，你看伊阵啊，在抢平湖的时阵，伊嘛讲较紧，家赶赶来台湾。结果就是讲，你一伙人因来台湾来救你中国的，你中国免去哦，伙人扰乱啦。对啊。我对中国也无害处啊，哪害处？吼！啊！伊即个迄个像郑成功来甲清朝安尼对抗点无？迄嘛短短的尔。对啊。哦，短短的尔，啊！即马过来哦。草草啊！清朝啦，甲即马来滴吼，无一摆台湾是对不起你啊！你中国咧革命啦，台湾出钱出来咧。恁中国若有啥物迄落粪扫，拢拼来台湾咧。你看迄落蒋介石啊，蒋氏伊嘛是来遮要反攻大陆，甲反清复明同款的意思咧。你讲甲清朝尾啊咧革命，咧革命的是，台湾人吼。嘛，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，對啊對啊去甲斗相共啊！啊，毋捌去危害你中国，搁出人嘞！吼、哦，啊你，你台湾人咧艰苦，你用殖民，你用迄落，吼、你用统治，你即款艰苦想要出头天就对啦吼、你中国应该斗相共一下，到甲中国甲台湾打击，你无理由，甲台湾打击无理由。好，啊，咱今日讲到这个。台语的这漳泉音变化，吼、哦，讲到这，啊，个咱后回过后回啦，后回咱再来说来讲台语的声调，个变调问题，咱今个再结束。我就是你讲哦，因为咱呐无你即关呐，呐无你讲壮啊安尼吼，这个语言讲做一个迄个安怎讲台式啦。这应该是一种的迄落台式吼，唔知我这落语词唔知用了对啊唔对啦，啊无咱的台语煞安尼讲到安尼啊，即马足混乱的吼，啊看当时啊到有法度安尼落去用一个安尼一个啊，规个咱的愿望啦，讲咱的台语有一个系统啊，同款的迄落教学。那你讲的这个教学，卖一人教一个，迄落一人一把调啦，各吹各的号吼、啊，即嘛，文字啊写到安尼十花五色，啊语音嘛讲到十花五色，啊要学的人就安尼拢乱去安尼吼，啊咱今仔要到这就好唔好？啊林志吼，咱再过来佮继续来讲要讲这个台语的声调，是变调。甲变调，台语的声调甲变调吼，啊在期台中安尼，搁下个礼拜五嘛吼。